首先我非常高兴今晚能代表我们公司荣获这个很杰出的奖项，这对我们公司来讲，我们付出的总有一个成果回来。因为清新来讲，开拓这个食品方面，我们的责任就一般上比较重大。首先要先感谢你们这个主办单位给我们一个肯定，又鼓励我们，给我们增加很信心。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个得奖的机会，我们会引进更多种类、更有高素质、高水准的食品进我们市场，以便可以供应本地市场消费者。所以我借这个机会，我也是很想感激我们公司一群默默耕耘然后尽心尽力付出的全体职员，还有鼎力支持我们、很信任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的那个供应商、客户，还有是生意上的伙伴、朋友们，还有我们还有最后还是非常重要，就是我家人，家人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机会。